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天阿夏 TV， 我是 Music in the Sky， 听听。很高兴呢，今天又在这里跟大家见面啦。那天气啊越来越凉了，首尔呢也是慢慢进入了秋天，早晚的天气呢也都非常凉爽，希望大家出门都要记得带一件小外套哦。那这个浪漫的秋天啊，听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个小零食呢，就是哒啦啦啦这一个。其实啊，中国也有这个啦，就是 Bebelo， 韩国这边叫 Bebelo， 就是它是一个小饼干的感觉，就是，但是它非常的好吃，听个人是非常的喜欢。那今天呢，听给大家带来了三个味道，我想这种甜甜蜜蜜的小饼干应该是很适合在现在这个季节吃吧。那我们先来吃吃看这个，这个它是一个奥利奥口味，然后它是白巧克力，然后你看啊。它后面有一个这样，就是可以写字的这个东西。其实啊，韩国有这样的一个节日，就是每年的11月11号啊，大家都会就是买这个 Bebelo， 然后送给自己心爱的男生啊、女生啊，当做礼物这样子。那天音是没有送过啦。好，我们现在拆拆看。哇，当当当当，你看它是这样，它是一个就是跟普通的。普通的这个饼干不太一样，它是外面有一层巧克力夹心，然后加上那个白巧克力，看起来很好吃，试看。它会有一种，它是很甜，然后呢，吃进嘴巴也就脆脆的，很好吃，我一直吃，这很好吃哎，很适合很甜，喜欢甜甜蜜蜜的。可是我觉得这个饼干其实比较适合男生送给女生，因为男生一般也不太喜欢吃这种甜食。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吃吃看这个，这应该就是原味吧，它是一个原味的这个巧克力来的了，当当当当。哎，我觉得它的颜色都非常漂亮，绿色红色，很漂亮的感觉，怪不得都是用来送人。当啊啊，它这个就是很那个很就是原始就是巧克力的这样。好吃哎，可是你知道这个饼干其实是有一种吃法，就是你这样，然后就是可以很浪漫，跟你喜欢的人这样吃，然后就怎么样接吻了。天音就是没有这种经验嘛，电视剧常演啊，可是很好吃的，就是很适合甜蜜。现在开始吃起来，最后天音很好奇这个新的一个味道，它是有杏仁加巧克力，然后。当，也是很可爱的绿色，对不对？然后其实这个啊是新出的，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吃的时候也就是吃那种一般的口味，然后咸咸，但是我自己是喜欢吃甜的啊。你看它就是有一层巧克力加杏仁，感觉就是这个超好吃，因为这个啊跟这个又不太一样，刚刚这个呢就是有一点太甜了，但是这个呢就是有一种苦苦的，然后又有点杏仁在里面，好吃哎，感觉今天又要长胖了，回去要运动。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来韩国旅游啊，其实可以买这个吃吃看，它就是很方便的小零食，如果你有时候饿了啊什么的，都可以在超市啊或者是便利店买到，非常方便。今天听大满足吃到的这个饼干非常的好吃，希望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尝尝看哦。那今天听的吃货放送呢就到这边啦。那秋天呢真的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季节，所以啊很多想要订婚啊结婚的人啊都会选在这个时候举行自己的人生大事，那艺人们呢也不例外。不知道最近又有哪些人要给我们带来好消息了呢，跟天一起来看看吧。那今天的第一个消息呢是要带来啊从拳击运动员转型成为演员的李诗英，她在本月呢9月30号就要举行自己的婚礼了。那在拍摄电视剧守望者的时候呢，她就发现自己怀孕了，但还是啊坚持把戏拍完，并且啊完成了非常多高难度的动作戏码，真的是非常的敬业。那听音啊在这边要祝贺我们的李诗英呢新婚快乐，也希望啊她可以生下一个健康的宝宝，未来的事业也可以越来越顺利哦。
那今天的第二个消息呢，是来自 JYJ 的成员朴有天。那朴有天呢，本来将于本月举行自己的婚礼，但是呢，近日啊，他通过自己的经纪公司表示将延迟婚期。但是呢，不是外界所说的那些原因，而是啊，他自己啊，想要调试跟回顾一下自己的生活。那呢，也没有确定之后的婚期，粉丝们也都非常的担心欧巴的状况。但是天音相信啊，欧巴一定会调整好自己，用更好的状态回到我们的眼前。希望欧巴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哦。好啦，那说完 bling bling 的爱情故事呢，相信大家都很期待这个礼拜又有哪些 idol 要回归了。那就跟天音一起来看看吧。那在上周啊，公布了自己回归预告的防弹少年团呢，即将在9月21号和 Mnet 一起举行自己的 comeback show。那这次的回归秀啊，也是时隔7个月，防弹少年团给粉丝们带来的这个小礼物。那听说啊，这个回归秀当中呢，不仅会带来回归的首秀，而且呢，也会公布很多专辑制作的花絮，以及成员们各自的真实面貌。我想粉丝们应该是非常期待的吧。那听呢，要在这边郑重地提醒大家，9月18号，防弹少年团的《Love Yourself》专辑即将发行了，希望大家都要多多支持我们的防弹少年团哦。那女团成员 A Pink 呢，在9月9日下午6点也是突袭发布了自己的新歌。Manito，那这首新歌呢，其实是描写一个懵懂的少女对友情啊、爱情啊，还有一些流逝的时间一种心境的感觉。那也是配合了吉他和风铃的演奏，表达出一种非常浪漫的秋天气息。那听也是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希望啊，喜欢的粉丝一定要支持我们的真恩蒂小姐姐哦。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差不多要结束了。那听呢，在这边想要给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相信呢，国庆节要到了，很多人都要来韩国旅游，对不对？那现在啊，乐天公园呢，正在举办一个 Halloween 万圣节的活动，一直会截止到10月30号，所以啊，要来旅游的人都可以去玩玩看哦，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好啦，那这里是天Asia TV，我是 Building the Sky，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